今天是我们30周年的那个纪念的。说真的，副队长，我10周年没参加，20周年都没参加，实在是。如果今天30周年再过来的话，可能会很悲伤。是不是？当然，今天在这边看到我们每位弟兄团建署，看见每个都容光焕发，对家庭幸福美满，实在是感到可贺可喜。在这里预祝啊，我们还有下面一个30年啊，大家再相会，愿见，谢谢各位。这次关节不用戴了，没有，那你要戴个五千的啊，你要戴五千的。今天啊，我们新来的朋友还蛮多，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朋友请站起来，我看一下，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第一次参加的，二大的，从我们三中调到二中去的，我们这几个好朋友啊，那个一个叫做陈文典。陈文典。陈文典他老婆又来哦，他老婆的话是陈月桂，来给他们掌声鼓励，因为那个是梁俊博，还有他老婆又来亚培，因为那个谢文杰，这老婆呢？老婆，陈一月都要来，谢谢他们，那个虽然有部分的人因为车况的关系没办法准时到达，没关系，大概我们再等他们一下子哈，等一下我们就先开动了。那个还没有开动之前的话，我要说明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各位现在的识别证，如果你晚上没有住宿的，要离开的时候，识别证排到那个前面的桌上去。识别证啊，因为我们都是重复使用的，好不好？识别证，不管是你今天晚上要回去的，那就要缴回，明天回去的，明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再缴回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各位的配合。准备的东西最多，各位今天都拿到的资料都是中国先准备的，不管是那个茶叶也是中国先准备的，因为槟榔啊是我们的标准级准备的，来我们台长的槟榔。那我们这个中国先啊出钱出力，我们请他帮我们去。好了，再讲两句好了。客气。好，那个，因为啊，我们这些东西的话，非常的习惯啊，就是大家宣布一下，让大家知道，你看我打开了，对我们每年聚餐的时候的仪式啊，我们三中做的账，我们是的。桌上的，还有各位等一下要带回去的，
是我们的这个台中产销班杨子文提供，杨子文提供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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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本来是北部的弟兄戴宁亨，还有李金喜，还有陈义伟，他们三个要赞助那个田氏了。结果现在呢，他钱交给杨子文了。杨子文说他们捐出来给我们三中，我们谢谢他。高粱酒是我们买的啦。这个红酒是中和鲜赞助的。我们谢谢中和鲜是吧？还有谁？李国正来，中和鲜跟李国正，他两个人，赞助的，我们谢谢他的这个酒。哇，有首先来了，看看他坐哪里。都可以。哎，第五桌这边，第五桌，哎，首先坐第五桌，哎，哦。另外哈，那个戴宁亨，我们今天的主办哈，提供了我们的白子千岁，白子千岁有去过吗？东营的，哎，白子千岁三品，因为哈那个不够分，等一下我们吃过饭以后，我们喝茶聊天，我们喝白子千岁，哎，我们吃饱饭再喝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会很重要哦。那个今天找到的人有没有知道莫阿吉？有没有？我们谢谢那个，我们谢谢陈宗明啊，从桃园带来的莫阿吉啊，给大家品尝，过了三十年了，哎，谢谢他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我们那边那个没有看到的，镜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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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。宵夜的时候，那个喝茶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意思说不要吃饭。好，那个。500块钱，500块钱。那个有些人有登记，有登记的要拿的，请中文先帮忙画，好不好？要买那个你有登记要买的，因为统一价。那个我们谢谢那个甘龙水跟他的老婆哈，因为每次要增加干什么，都是他们两夫妻在帮忙的。你想想，吸引到这么几户人家。我讲的最简单的，他妈两个人在那开心。坦白讲，好，那个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，那个在大家都在百忙当中，有一位朋友来参加我们每年一年一次的聚餐大聚餐，也非常谢谢我们主办单位，在这边辛苦的接洽，谢谢核心这段时间的努力。大家都看在心里，谢谢大家的配合。那个北部的主办单位，还有中部的协办单位，南部的协办单位，我就不一一的去介绍了。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够比较高兴一点，谢谢大家的莅临，谢谢。
恭喜恭喜哈！